ごきげんよう、ドクター。欢迎来到我帮你找到游戏，我是让你爱上学习，持续摸鱼的咸鱼 UP。我们承诺，本期视频不含任何绿色健康内容，请您紧张刺激的往下看。马上就要周年庆了，离第七章上线也就那么一点日子了，我罗德岛的基础建设却一直停滞不前，所以第四期我帮你小做游戏就把目光聚焦于明日方舟的基建系统，来聊一聊罗德岛上还能加入哪些房间，罗德岛该如何扩建，扩建之后又可以加入哪些全新玩法呢？ OK， 让我们开始吧。新增房间一，特色宿舍。特色宿舍即加速特定干员恢复心情和收藏品收集于一体，有阿格尔生态球、温室花园、岩木模拟区三种类型，分别对应鲈鱼、鱼鹿分别对应海洋生物、植物、矿石这三种收集品，玩家可以通过游戏获取相应收集品。特定干员，比如阿格尔出生干员，在阿格尔生态球恢复心情速度就会更快。二、制药实验室，派驻干员后才能运行，可以用农民币、材料加研究点数合成抵制药，需要一定时间加工。三、回收站，派驻干员后才能运行，投入一定农民币或抵制药作为行动经费，不定期产出一些随机材料。四、剑桥防御平台，将在本期节目第三部分作为重点内容介绍，小伙伴们可以空降至这个坐标。扩张计划，如果扩张基建的话，必然要用到只有主线剧情中才可以获得的龙骨，那么有两种方案。一、向下扩建一层，直接继续向下扩建一层，左侧还是发电站、贸易站、制造站自选，中间宿舍向下增加一层，右边新增一个训练室。第二种，特殊扩建，在控制终端的左侧剑桥处增加剑桥防御平台、回收站，会客厅上放置特色宿舍，底层右侧开放制药实验室，左侧开放特色宿舍。全新拾荒玩法，众所周知，罗德岛是一艘陆上小型航母，是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的。这个玩法正是基于这个设定展开的。玩家可以指挥罗德岛在地图上各个站点奔波，在这些站点里，你可以收集材料、收藏品，获取研究点数，或是与商人进行贸易。在途中，你也会遭遇各种危险，要在剑桥上展开反击。地图非常大，涵盖整个泰拉大陆，但根据活动和主线剧情，只向玩家开放一小部分。地图被许多个正方形区域划分成一个个区块，每个区块的基础属性有危险系数、天灾状态、地质信息。危险系数代表行进中接触敌人的概率和敌人的强度，天灾状态影响在该区域的战斗和移动速度，地质信息表明敌人的种类，比如岩漠地区盛产感染生物，冰冻地区有很多雪怪小队出没。每个区块上还有资源点、贸易点和采样点，到达资源点时可以通过回收站收集材料。资源点的基本数据有资源量、资源类型两种，前者表明你可以在此资源点获得多少材料，后者表明该资源点多数的材料是什么，如果可能掉落收藏品也会被特殊标记。资源点的资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置，如果所处地区遭遇重度及以上级别的天灾，资源点的基础数据会被彻底颠覆。贸易点内会有多个有限交易项目，包括用农民币购买材料、抵制药或收藏品，也有联合研究项目，留下科研干员进行合作。在合作期间内，玩家不能将选中的科研干员用于基建，合作到期后，玩家需要到相同势力的贸易点取回干员，并收获大量研究点数，回岛后默认注意力涣散。采样点的核心用法类似于联合研究，派驻到采样点的干员在获得农民币、抵制药作为活动经费后，将自行在采样点收集资源，采集任务完成前无法回岛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更多的农民币、大量材料和少许研究点数将作为奖励。任务完成后，玩家既可以到原采样点回收干员，可获得额外奖励，也可以等12个小时后干员乘坐飞机回到罗德岛，前者回岛默认不损失注意力，后者注意力涣散。采集点和贸易点不受天灾影响，贸易点如果是移动城邦会随时移动，在运动过程中或是在资源点采集资源中，你会遭遇敌人的袭击，这时就需要到剑桥上展开反击，随机从东部剑桥、西部剑桥、北部剑桥、南部剑桥和破损区域这五张地图中选出一张进行塔防，每张地图至少有三种不同配置的敌人组合。地质信息决定敌人种类，危险系数决定敌人数量和质量，同时危机系数还会根据等级给敌人随机加强，天灾状态会给己方干员造成削弱，如果反击成功则获得一定经验值和研究点数，如果失败全体驻舰人员损失一点散值，并减速前进一段时间。在剑桥防御平台中，可以通过消耗研究点数来开发科技树，科技树中的选项有的是升级地图丰富奖励内容，有的是提高航速增加规避敌军概率，也有的是为剑桥中的干员添加增益效果，只有处理完战斗后罗德岛才能继续前进。这一整套玩法非常吃时间，娱乐性很强，借鉴了各大手游中开放式拾荒的玩法。不过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发氪金点，我做的功课感觉还是不够多，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，欢迎到评论区里留下自己的观点。
剩下的一些时间，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对此次周年庆的一些预测。由于目前非常微妙玄幻的舆论环境，加之很多玩家把对鹰角的期望压在此次周年庆上，这次周年庆绝对是明日方舟的生死存亡之战。处理好了，说不定能就此触底反弹；处理不好，搞不好周年庆变成周年祭。原本预测鹰角会在四月中旬发一次微型故事集，狙击一下公主链接，但依照目前的发饼速度，看来是不可能了。不过此次铸铁作为活动奖励干员出现，说明此次必有一次大活动。再结合已经数个月没有主线活动的事实，推测此次活动是同时开放第七章与一个大型活动，所以双活动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当然这其实治标不治本，提高养成上限和增加新的玩法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矛盾，这两者是捆绑在一起出现的。如果你只开养成上限没有玩法，玩家很快就会产生养成疲劳，肯定不乐意。如果你只加玩法不开养成上限，玩家也没有消费欲望，入不敷出。我之前的PVP 玩法设计就是基于同时增加玩法和养成系统这两条铁律入手的，所以这一次鹰角憋了这么久，搞出点新花样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至于凯尔西会不会落地，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，毕竟凯尔西是明日方舟的一张底牌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凯尔西落地不仅不是福利，反而是证明鹰角黔驴技穷的一个铁证。如果他真的落地了，带给我的反而是一种不安。本期视频到此就已全部结束了，此次的基建扩建只是我的一次脑洞大开，许多想法还不够完善全面，仅供各位博士一乐，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参与到讨论之中。最后求一波三连加关注，我是让你上学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